好久不见了，乌龙老师。没有你在的贾文邦，就好像少了什么，让我怅然若失。我现在依然怀念那些夜晚，你教导我的那些。我永远准备好了，等你回来。对，我们乌龙老师现在在这个别的圈子也是过得风生水起，过得很好，有点真的是有点想念他。